其 CT 的曾毅和毛冰都是男的吧？这说明什么呀？说明他们吸毒的圈子里边男性居多呀。我开这辆车假装富二代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更容易地打入他们的圈子。卧底的第一步是让周围的人相信你的身份。你连一节课都不去上，你怎么让别人相信你是学生？你小子是想去舞会泡妞是不是？不是舞会，是一个募捐活动。我是想借钱捐款。借钱捐款？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陆小雪，感谢大家来参加这次活动。你今天来参加这个活动，不会是因为他吧？哎，对我来说，捐款之前，人家是员工妥协完的女生。行健，唐笑然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们认识？我们俩很早就认识了，很多年没见了哈。你来我们学校到底要干什么？王行健，这位是，我要把你的真面目告诉小雪。如果你还有什么企图的话，趁早死心吧。你放手，否则我报警了。我们就是警察。这次向往的周英到青都大学是要执行一项重要的任务，所以他们的身份呢需要保密。我来跟你见面就是希望你能够严格保守他们的秘密。我知道，你放心整顿。举报有人吸毒，现在去抓人。曾毅江我们去过，对那儿的环境比较熟悉，就让我们去吧。哦，行健，你怎么会来这儿？